大家好，我是大哥，今天来抓只兔子回去吃个。首先要把那个兔子的水分炒干，然后再下调料。刚刚抓了一个兔子，好香！哎呀，怎么？有点辣，味道会。这兔子，这么好香。第一次那样子的。我要回。对不？吃这个还行吧，太费酒了。
哎，我去买火鸡精。来，拿来。你要煮下饭？下酒啦、嗯！我今天饭都没煮。好。快点过来！哎，哎，我呀，
做。嗯。